我是公安列车长的110年6月19号台北捷运上线内线松山站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7:02出拍的摄氏，开往新店的C38型534533编组哦，刚刚完了，往新店列车。翁新店，新店，在松山站来这边会没什么。搭乘捷运，请全程佩戴口罩，避免交谈。Please wear face masks at all times and refrain from conversing with others. 好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